好，各位大家好，这样声音有吗？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李一智。我身为一个媒体人，随身携带相机也是非常合理的。既然拿着相机随时乱拍也是非常合理的。今天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场来了多少人。好，在过去15年中，或者将近20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媒体服务。各位知道，媒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业，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可能亲临所有的现场，所以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绝大部分来自于媒体的报道。也因为这样，各位会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新闻，人越有钱越想要经营媒体，那就是因为媒体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官，它可以决定我们要看到什么东西，决定我们不能看到什么东西。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所以各位经常在大部分的活动里面都会听到主持人在问候完所有嘉宾的时候都会说一句欢迎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好，那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当我再喊一次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的时候，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好，各位可能不知道，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每一个人他不知不觉没有选择的，他已经成为了媒体。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事媒体的工作，担任媒体的角色。那这样的事情呢，从有网际网络以来呢，就一直在演化。到了社群网络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只要上了社群网络，我们全部在担任媒体想做的事情。那媒体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每天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大部分呢它都是所谓的真实，具有一定的客观，但是透过媒体的报道筛选以及角度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透过不同的媒体，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事实。那你透过蓝色的媒体会看到蓝色的事实，透过绿色的媒体会看到绿色的事实。那这样的事情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变成一个更好的媒体。那现在科技非常非常的发达，我刚刚拍的那几张照片呢，实际上我已经放上投影片了。好，我们现在了解的事实呢，绝大部分是由媒体来决定。所以媒体如果告诉我们今天这场活动呢，实际上是没有人来参加的，那我们就会相信这一场活动呢是没有人来参加的。所以主办单位一直要求我们要限制在这个框框里面，因为媒体记录非常重要，只要我们离开这个毯子就会被电一下，因为TED 最重要的精神是 video 要能够上网，这也是因为媒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网际网络的时代呢，我们有了社群网络，以至于每一个人与社会沟通的管道不太一样了。传统的媒体呢是一对多，一份报纸印出来它可以接触60万人、40万人，电视台它随便一放出来，它只要有2%的收视率，可能就可以接触到40万人。可是在网际网络的时代，我们的讯息现在是透过社群来传播。那各位看到的这张呢，是我在 LinkedIn 上面的社群。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有一半边呢是我网络界的朋友以及我的同事，那另外一边呢都是黑 hunter。不过呢，黑 hunter 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就是了。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社群，而且非常有趣的，这个颜色是由电脑来帮我画的。那我再给各位看另外一个社群，那各位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使用 Facebook 或者 Google Plus 这样的 social media。在 social media 上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加了几十、几百个朋友，而这些人呢，实际上都是可以以量化的方法被看得出来的。那各位看到这个呢，是我 Facebook 上面1900个人画出来的图谱。那在这张图上面，各位可以看到有非常大的一群呢，是我公司的同事，另外还有很大的一群呢，是所谓的网络知名部落客、网络名人等等。那其他的部分呢，包含我的大学的同学，那包含福伦社的社友，然后以前当媒体记者的同业，那里面又可以分两群非常清楚的是科技线的记者跟教育线的记者，另外还有一方面在下面绿色的呢是公益团体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的讯息呢，大部分呢都是在这样的小的社群里面来传播。
我们的讯息只要进入了一个社群，它通常呢，这个讯息只要对这个社群的人有帮助，它就会在里面扩散。那大家看到这一张呢，是我用乱数跑出来100个人的小社群。当任何一个讯息进入这个小社群之后，它只要经过一次的传播，你可能以为沟通不到很多人，但它只要经过第二次的传播，事实上整个社群都已经接触到这样的讯息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沟通社会就是社群对社群的传播。那再回到我 Facebook 的这个图里面，因为里面的人确实太复杂了，1900人，所以容我把它限缩成几个小的社群。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社群当中呢，每一个社群跟社群之间呢，其实也有不同程度的往来。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同事呢，跟所谓的网络名人呢之间是有非常强烈的关系的。那这些网络名人呢，又跟所有的人有关系，包含了记者，包含了公益团体，包含了大学生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讯息从一个社群发出来之后呢，它可以到达另外一个社群，然后透过社群的力量呢，再一直传播下去。那这个就是我们从传统媒体时代进入内容网络时代，再到社群网络时代，它不同媒体传播的方式。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知道越来越多的讯息透过社群传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担任媒体这样的角色。那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要不要当媒体，可是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当一个好的媒体。当好的媒体会比当坏的媒体更容易，而且更开心。那当你要当一个好的媒体的时候呢，我有三点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你要多看。网际网络的时代跟传统媒体时代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如果自己愿意的话，当一个积极的读者，我们可以看到的消息来源是传统媒体的几万倍或者几十万倍，唯一的限制只有你的语言能力。第二个就是多转多分享，多转多分享可以打破传统媒体限制的框架。那第三件要做的事情呢，是多多产生内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 Google Plus 上面传播的途径。我们大部分的讯息在这个上面，各位可以看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概只会被传递2到3层之远，平均来说。所以当一个积极的读者，当一个积极的转寄者而言，在这个社群里面，他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不这样转，你选择当一个消极的读者、消极的消费者的话，实际上各位原本从传统媒体看到你只戴一副眼镜，现在变成是所有的讯息透过不同的社群之后呢，它实际上拆了非常非常多的小块，它有非常非常小的漏斗，经过筛选了之后呢，你看到的东西实际上跟以前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这个社群帮你筛选好，那一个社群帮你筛选好，你看到的东西呢永远是筛选过的东西。好，那我们怎么样要多看呢？实际上现在网际网络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叫做 RSS。 那可能对有些人而言有点陌生，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你用 RSS 看资讯现在是非常方便，因为绝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媒体、那绝大部分的社群，它都能够产生所谓的 RSS。 那 RSS 就是你的讯息，它是透过一个资料库的结构让你一直可以看到内容，你只要透过特定的阅读器，你就可以一直收到最新的讯息。我在我自己的 RSS Reader 里面呢，大概加了1000多个 RSS 的种子或者 feed， 所以这让我可以摆脱传统媒体以及社群网络的限制。我指定我要看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数量非常非常的大，以至于我不会受到其他人偏颇意见的影响。那除了 RSS feed 你可以订阅之外呢，其实现在在社群网络，大部分的媒体呢也提供你相对应的订阅方式。譬如说在 Facebook 里面，其实你也可以订阅非常非常多的媒体。那第一个媒体最近非常的红，昨天获得20字箴言的乡镇。那各位也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的媒体呢，除了我之外，在我的社群里面是没有人订阅的。那透过这种方法，你可以突破其他人的限制，看到更多的资讯。那除了我们讲的资讯之外呢，其实我们知道另外还有一种浏览器呢，它叫做兴趣型的浏览器。那我特别推荐这个工具呢，叫做 Zite， Z-I-T-E。
在这样的工具下面呢，它有点像玩那个美少女养成游戏一样，只是美少女养成游戏你给他的是衣服，这个美少女养成游戏呢，你给他的是资讯，你告诉他今天我想看到这样的东西，明天你不想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养了一年多，他每天现在吐出来的内容啊，大概有50%是我有兴趣的，所以非常非常好用，有一个人在帮你做这样资讯秘书的事情。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来源。那我们这边如果看到这两位朋友想要在 Facebook 上面跟你交往的话，你觉得哪一个人对你的帮助比较大？那实际上呢，是跟你朋友共同朋友比较少的那一个人比较大。因为各位可以尝试看看，如果你今天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人跟你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你把他删除了之后，实际上你永远都还看得到他发出来的讯息，因为他跟你永远在同一个社群当中。那可是这只有一个两个或者完全没有共同朋友的人，我们叫弱连结。弱连结的朋友，他跟你的社群完完全全不重叠，可是不代表他实际上 不隶属任何一个社群。那我们来看这边的例子，当我们边边有几个弱连结的朋友，他一旦发出讯息或者我们发出讯息给他的时候，实际上他象征着他背后呢是有一个巨大的社群，而你跟他就是这两个社群里面唯一的桥。所以当透过这样的管道呢，你可以一直收到来自别人都可以收到的讯息之外，更新鲜更跨界 的观点或者内容。好，那各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你今天在这个社群里面跟另外一个社群里面，你把讯息传递过去或者从对方把讯息拉回来，那这个是你作为一个媒体，作为一个社群媒体里面的人，你可以做非常好的事情。好，那另外一件我们在多转或者多分享的过程中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是发掘。那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素人画家，他叫 Henry Duggar。 那这个 Henry Duggar 呢，他一辈子画了非常非常多的画，写了非常多的小说，可是呢从来没有人听过，从来没有人看过，直到他往生的时候，他的房东从他的房间里面才发现，原来这个人画了这么多的画，画风如此的可爱，而且他的画现在在美国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价格卖得非常非常的高，可惜生前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作家。所以我们在社群媒体当中，当我们想要扮演好一个社群角色的时候，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发掘别人不知道的东西，避免这样的遗憾发生。所以把发现过的东西呢再丢回自己的社群，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我这边当然我没有机会发掘 Henry Duggar， 可是我可以讲一个我经常在从事的例子。当我每次看到有新鲜的粉丝团，有新鲜的人，或者有新鲜的讯息来源的时候，我都会大量的在我的社群媒体上面转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呢，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日本某网站的粉丝团。这个网站呢，实际上在两个礼拜前它只有5000个粉丝，里面只有一个人来自跟我一样的社群。可是我昨天再去看的时候，他粉丝的数目大概成长了一倍不到，可是我的朋友里面呢已经有12个人加入他的粉丝团了。所以我透过这个方法就把这一个原本跟我是弱连结的讯息来源变成是跟我的社群具有强连结的讯息来源。那我透过这个方法，我积极的影响我的社群应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当一个讯息从 A 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转寄的方法呢再把它推到 B 的社群里面。当讯息从 C 的社群过来之后呢，我又能够再把它推到 D 的社群里面。各位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从一个社群把资料传递到另外一个社群，那这个是我们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即便在同一个社群里面，各位的分享或者各位按喜欢各位按赞都可以强化一个讯息可不可以被人家看见。那我再讲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例子，去年在311大震之后呢，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呢，有一个台湾的作家叫米果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讲日本的 NHK 做得多好多好，那台湾的媒体呢应该跟 NHK 学习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好的媒体。那这样一篇文章发在部落格上面，各位可能没有想到它总共累积了37万个赞。那这篇文章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
其实我几乎随时都挂在网上，可是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浮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50多个人按过赞了，所以我的社群以及全台湾几乎都看到了这篇文章，所以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之大。当周台湾的电视新闻完全不知道怎么样操作日本三一大震，因为悲情的路线不能做，悲伤的音乐不能放，然后台湾的报纸最后几天都以大社论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你小小的一个按赞，实际上你也是在从事媒体的角色，而且你很积极的把讯息推荐给你其他社群的朋友。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各位需要做的事情是，当有讯息来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每一个都转寄出去，你也可以选择有的讯息来你不要理会，可是重要的讯息呢，你才把它推回去。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媒体以及更好的读者。好，那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呢，对邪教这件事情有一点兴趣。有兴趣不是我有参加邪教，而是因为德国对于管理邪教这件事情呢，花了非常多的力量，所以我把这件事情呢翻译了之后上网，就收到非常多人的来信，询问说家人有人误入邪教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搜寻引擎搜寻邪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网站排在第一笔。那所以当你在网络上面产生内容的时候呢，你经常可以变成别人的索引。而且各位可能没有发现，当我们在网络上面查询100次，可能真正只有10次或20次查到你想要的东西，大部分的时候你是查不到东西的。所以最好的时候呢是把它写出来。那我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可是对我而言非常有意义的是，我有一个无线的耳机，这个无线的耳机呢电池已经坏掉很久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处理。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小事不知道怎么处理，可是有一天我上网查了，才发现在 mobile 领域上面有人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那他就用很简单的方法把我这件事情的困惑解决了，然后我又重新燃起了工作的希望，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又可以听耳机。所以产出内容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有一次去上那个新诗写作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叫雅璇，他在他的书上面帮我提了一个字，叫做写出来的诗才是诗。那这件事情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想到什么东西不如把它写出来，写出来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才能够产生最大的力量。好，那最后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为媒体应该多看多转多写之后，最后请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消费媒体的时候，在想最后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谁阐述这个内容，以及这个内容你看到的时候对谁有帮助。第二个，他为什么要阐述这样的内容。第三个，这个内容是什么时间产出来的，你不要一直转旧的东西给人家。那最后还是跟开始一样，那既然各位想要当一个媒体的话，那还是一样，欢迎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谢谢大家。